健康，眼睛痛。我来到 pharmacy 来买眼药水。哇，你看我的刘海怪怪的。叮，要走一个15分钟到学校，不对，18分钟，不对，几分钟？10多吧。姐，你好美哦。姐姐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building？ 你现在是 OK， 算了啦，帮我直接讲了，它是 science 对不对？这是属于 science area 对不对？那个才是。哪一个？那个 building 这样我现在进来这里是哪里？就是有这个 service， 然后有好像是 gym 吧，这边 fitness。果然它这个牌子，我在哪里？我觉得学校刚开，刚开。那个是 canteen。饿，你家超美耶！哦，那是 Finish Park 的那个地标哎，这个。来，偶遇姐姐，这是这一层哦，是姐姐做实验的地方哦。姐姐，见到我跟他打招呼，哎，见到他跟他打招呼。现在在吃什么？好了，只是给你打扮的 ，Go。姐姐看镜头，下一个。这是我的学校，一二三，开始。这是我的家。我爸爸的车。这个天气也太好了吧，好开心哦！要看幕后花絮，要来我的 Instagram 哦。诶，走掉了，他啥了？因为刚刚那里太吵了，所以我们现在换个地方读书。你现在想拍照？嗯，你现在想拍照？在这里拍还是外面？外面。因为不是要这种趁这种时候，不然聊5、6点不是暗天暗了，拍天暗的学校。不会啦，拍得到啦，可能今天夕阳很美。
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样。他说是有气质。里面味道很香，咖喱啊，真的。不懂，蛮好吃的嘞。嗯，我们看，是一个东西吃到这样。아주우연히듣게된그노래나도모르게숨죽여들었어색이바래진그날의기억을노프 아싸워예우리샹마我脸应该比较大个。Thank you.